那上礼拜我们讲以弗所书啊，还剩一点点啊，我们今天把以弗所书讲完。那以弗所书主要是讲什么？讲教会啊，主要讲教会。那最后以弗所书第六章啊，讲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就是属灵的金砖啊。什么叫属灵的金砖？它不是普通的金砖啊。那这是什么东西？撒旦啊，撒旦，那撒旦怎么样？他不，我们不是以血气的征战，我们乃是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撒旦看不见的，啊，他不是大炮，不是坦克，不是飞机，哦，他是属灵的，哦，那他怎么样？撒旦怎么样？很坏，对不对？哦，很坏。有位姐妹哈，哦，她都看这样的优点。哦，他是非常好的榜样，哦，他从来不批评人家的，哦，那从每一个人不管怎么坏的人，怎么糟糕的人，他都可以看到优点，所以他都是看人家的优点，称赞人家的优点， 不批评人家。那 有些弟兄姐妹，哦，我们来考考他看，哦，看他都不说人家缺点，我们考考他看。那说林姐妹啊，你觉得撒旦怎么样呢？他觉得撒旦一定怎么样？一定没有优点的。对，这个姐妹一定会讲撒旦的缺点的。他想了一下，撒旦还蛮勤劳的。感谢神啊！撒旦蛮勤劳的，你看，连撒旦都可以看到优点啊！所以每一个人都有优点啊，撒旦都有优点的，他很勤劳。哦，没有错，他真的很勤劳啊，哦，做坏事好勤劳，每天啊在那边想想方式哇，怎么样，哦，让你怎么样做坏事情，对不对？所以我们要用一个属灵的金砖啊，哦，属灵的金砖，它不是一般的金砖，是属灵的。那第六章啊，哪些属灵的金砖？第一个是真理的腰带四腰，我们知道哈，哦，那拿起重的先手，哦，腰带都要束得很紧，哦，你腰带才有力量，哦，要腰带束腰才有力量。我们行事为人要受真理的约束，哦，就是用真理。什么是真理呢？就是耶稣，耶稣就是真理，圣经就是真理，才能与仇敌征战。可是呢，真理要像带子连，很重要的真理要像带子连贯，不断章节。今天有时候读圣经，哦，我们喜欢断章取义，对不对？我们讲这边一段我喜欢的，这一段我喜欢的，哦，那教会常常发生问题，教会发生问题的人都是圣经很熟，哦，他们圣经不熟的人，哦，不会发生问题，因为他们不懂嘛，哦，教会发生事情都是圣经特别熟的人，那他们看这边一段，哦，喜欢的就用这一段，哦，来攻击另外一段，哦，另外一个。那同样的这个，所以我们念圣经要怎么样？要连贯，哦，要不要断章取义，哦，因为带子是怎么样？带子是一体没有断的，哦，第二个呢，公义的护心镜遮胸。什么叫护心镜？胸是指良心，哦，何时公义的行为来，叫我们的良心不觉亏欠。就是说我们行事为人都要有公义，哦，正直，我们要有一个正直的心。那有人讲，良心在圣经里面，良心都是好的，哦，有人会问啊，有些人良心很糟糕啊，哦，我们看到很多杀人犯，挪威有一个杀人犯，哦，他到那个青年营，哦，一下子就把人家82个人杀死了，他良心到哪里去了呢？良心都是好的，那为什么有些人良心，但是昧着良心？好，哦，圣经讲昧着良心，提摩太前书四章那边讲说，有些人的良心像怎么样？像好像手拿那个热那个铁拿太多了，拿热拿太多了，哦，手就怎么样？就起茧了，哦，就不敏感。我有慈师朋友，哦，他们不怕烫的，我说你们为什么不怕烫？他说他们天天都在拿那些火热的东西，所以手就不敏感了。同样的，哦，我们今天有时候良心就不敏感了，叫昧着良心，哦，
好，用公义的护心镜遮胸，还有平安的福音鞋走路。什么叫平安的福音鞋？福音使人得平安。好，我们的脚中所到之处是传播平安的福音。好，是传播平安的福音。所以传福音的脚中是何等的佳美。哦，在美国很少报佳音哈、哦，以前我们在国内，在台湾哈、哦，我们常常圣诞节都去报佳音，啊、哦，是一种报平安给人家哈、哦。所以感谢神，我们所到平安，就传平安的福音。好，还有信德的藤牌，灭尽那恶者的一切魂。什么叫信德？信德就是信心。撒旦哈、哦、常常用什么样？恶者就是撒旦。撒旦给你一些火箭，他什么？第一个控告你，啊、他是一控告，这是信心、啊、他控告你，我们有这个信心的藤牌就挡住控告。有一个弟兄、哦、他生意做得很大，那长老们说你要信主啦、啊，你赚这么多钱、哦、有什么用呢？以后带不起。他说他告诉那个长老说，我不能信主，可是他都不讲什么原因、哦哦、他都不讲什么。墓道了差不多几十年、哦、都不信、哦、都不信。后来发现了、哦、他有外面有外遇，那常常讲我怎么能当基督徒呢、哦、我有外遇我怎么能当基督徒呢？后来长老知道了、哦、吴长老知道了，就说没有关系、哦、你只要悔改，每一个人都可以当基督徒、哦、所以这只是一个例子、哦，有些人某一种事、哦、他就说他没办法，他没有资格当基督徒。撒旦控告你、哦、撒旦控告你，每一个人都可以当基督徒、哦、不管你犯什么大罪，只要在基督面前悔改，每一个人都可以接受耶稣基督、哦、所以撒旦就说你没有资格，你没有资格、哦、还有呢，那就让你疑惑、哦、让你疑惑，反正信心就挡住了、哦、你控告你让你疑惑，这并且呢，让你不信，哦、他的火 很多火箭，还有引诱你，哦、有时候信心就引诱你，那怎么样？让你堕落，就让你堕落，哦、好，那就是那救恩的头盔，头盔是保护头部的金装。以神的拯救为我们思想的保护、哦、我们思想最容易乱七八糟，对不对？好、哦，在我们用救恩的头盔，我们知道要有知道神的救恩。好、哦，有时候我们就刚常常在这会想，我没有资格当基督徒，我不配，好、哦，我这么坏，好、哦，可是不要忘掉神的救恩，主耶稣的救恩在十字架上，不管犯再大的罪，杀人罪也好，啊、哦，什么罪，神都可以拯救你。台湾有一个计程车司机在卡拉 OK 跟人家吵架，啊，口角，他就回家啊，拿一桶汽油啊，就把那个卡拉 OK 啊烧掉了，六个人死掉，烧死了。那当然了，被抓就判死刑了。他判死刑怎么样？他就关在监狱里面。有一个牧师就传福音给他，他说：“我杀了六个人，我还有救吗？”这个牧师说：“你还有救。”哦、你只要不管你杀了六个人，可是呢，你只要悔改信主，你还是在天国上，你还是有永生。好、哦，就是所以头盔，好、哦，救恩当我们的头盔。好、哦，虽然我们的思想会认为我们不配得救，我杀了六个人，我没办法得救。可是呢，这个救恩的头盔，主要是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成就的救恩。啊、哦，感谢神。那最后。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话，就是圣经，神的话就是圣经，主耶稣是最好的榜样，正确的应用神的话，消灭魔鬼诡计的最好武器。所以现在大家都在读经，感谢神，您传道鼓励我们读经，很多人都在读经计划。那主耶稣在受魔鬼试探，魔鬼曾经三次用圣经的话来引诱他，试探他，主耶稣也同样用三次用圣经的话来抵挡魔鬼。好，那以弗所书我们就讲完了哈。那我们现在进到另外一本哈，因为我们今天两本是，因为比较短，我们两本是一起讲哈，就
就是以弗所讲完了，我们今天就讲腓立比跟哥罗西，就是圣经的出戏。那保罗哈，保罗书信的出戏跟圣经的出戏不一样啊。保罗第一本是加拉太，而加拉太不是圣经的出戏哈。那今天哈，我们保罗第一次传福音，第二次传福音，第三次布道，后来被捆到罗马，在罗马监狱中写的四封书信，叫做监狱书信，叫监狱书信，就以弗所、腓立比、哥罗西、腓利门，这叫监狱书信。后来有一段暂时的释放以后，写了提摩太前书，后来在罗马监狱里面写了提摩太后书。所以上次我们讲保罗的遗失是提摩太后书，所以保罗人生最后一封信是提摩太后书。那这基本是叫做教牧师信。什么叫做教牧师信？就对牧者的鼓励传道人，鼓励牧师的那我们今天要把重点放在腓立比哥罗西腓立比哥就监狱书信里面的第二封、第三封监狱书信，腓立比哥罗西。好，腓立比书重点讲什么？讲靠主喜乐靠主喜乐很重要。腓立比教会怎么成立的？腓立比教会是第二，我们以前讲过，保罗第二次传福音到了一个特罗亚到了一个，在他本来要向亚洲传的，可圣灵感动他，你向欧洲去向欧洲去。本来保罗要向亚洲去传福音的，圣灵感动他，你要往西走，不要往东走就在特罗亚做了一个异梦。什么异梦？大家还记得吗？叫做马其顿的呼声有一个马其顿人在晚上，在保罗做梦说过来帮助我们，过来帮助我们那这边是马其顿，就是现在的希腊现在的希腊。那这边就是马其顿马其顿的呼声，也就是说欧洲的呼声求你过来帮助我们。所以保罗就往腓立比，所以腓立比教会是欧洲第一个教会也是魔幻教会神本来它是一个魔幻教会，所以在那边呢，就到遇到一个怎么样卖紫色布的妇女叫李迪亚一个李迪亚是犹太人还没有信主，可是呢他们也会祷告他们对耶稣还是不认识，可是犹太人都有祷告的习惯，所以保罗就到这么就这个祷告会去跟他们见面传福音给他们那保罗传福音给他们就惹了当时就当时的政府不喜欢嘛，怎么到来这边传异端呢传一些有些政府直到现在有些政府对传福音还是禁止的当年还是一样，所以保罗跟希腊就被关起来了被关起来就在他们在夜间唱歌夜间，什么叫夜间唱歌？夜间代表黑暗在黑暗中能唱歌，感谢神这是我们可以学习他们的，人在痛苦当中也可以赞美神，也可以喜乐这叫夜间唱歌那夜间唱歌怎么样？保罗希拉地就大震动，他们大震动，哇，这个意志就是好像他那个手铐都断掉了这个意志好要自杀，这怎么样？不得了不得了，万人都怎么样跑掉了，我的命也没有了。保罗说要三十掉下去我们都不会走了，所以就传福音给这个义子讲了一句话很重要，就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这是在腓立比教会，所以腓立比教会对保罗很有感情，它是一个好的开始，魔幻教会所以欧洲第一个教会就是叫腓立比教会的榜样它是一个魔幻教会。怎么样是一个魔幻教会？我们来复习一下。第一，圣灵开启圣工第一，本来保罗要往西边的，他要往东边的圣灵叫他往西边第二，异象坚固信心有一个马其顿的呼声他做梦给他一个异象让他信心更坚定。那信心坚定怎么样？环境印证启示，他到那边就看到一个
祷告会，李迪亚一个卖紫色布的，哦，你看有环境的印证，哦，第四呢，信道必须听道，哦，他就在那边传福音， 到那个祷告会传福音，哦，传福音，所以信道必须听道，他所以是从听道开始的。第五呢，真信必有事后，哦，这个是小小的祷告会，大家都活跃起来了，都动起来了，哦，所以并且最后呢，他们也很同心，哦，这个祷告会。所以腓立比教会，也就是说西方第一个教会，是从一个祷告会开始的，是从一个家庭礼拜开始的，哦，所以欧洲第一个教腓立比教会 是人家称为就是魔幻教会，好，魔幻教好，这是腓立比今天的样子，以前是罗马著名地，罗马至今，哦，这是腓立比教会的遗迹，哦，现在还有，哦，现在 还有，就是已经建筑已经不见了，哦，啊，这当时的视察，哦，腓立比教会，大家只要记得，哦，腓立比教会是保罗最喜欢的教会，哦，最喜欢的教会。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腓立比教会的简介，请大家这一段。腓立比书是保罗表达喜乐的书信，腓立比教会曾带给保罗许多的安慰和鼓励。好，请大家听这一段。腓立比教会与保罗有特别亲密的关系，保罗在此书信中表达他对他们的爱与情感。好，请大家听这一段。腓立比教会听到保罗被囚在罗马，他们即为殿内穿花以巴裹体，带着礼物前往慰问。好了，他听到保罗被关在监狱里面了，啊，哇，就派一个同工叫以巴裹体，啊，到从腓立比到罗马，啊，还有一段距离，啊，以前交通不方便，啊，以前都坐船啊行路啦，啊，有时候很危险的，啊，他们就差一个叫以巴裹体的带着礼物，啊，去到监狱去探监，到罗马监狱去探监。请大家这一段。自己罗马后，以巴弗提竟然病倒，几乎要死，现全意复原，保罗便打他回去，趁此良机向他们示说对这珍贵男人有一个感谢。啊，所以腓立比是充满喜乐，啊，充满爱，是在监狱里面写的，哦，啊，大家请记住，哦，是在监狱里面写的。请大家这一段。在此同时报告本身的近况，借此劝勉他们，凡是以主居首位，靠主喜乐，啊，靠主喜乐的心，啊，所以腓立比教会写作地点是从监狱，罗马监狱，啊，以巴弗提带回去给腓立比教会，啊，腓立比教会是欧洲第一个教会，欧洲第一个教会。好，那腓立比才有四章，哦，那他第一保罗在监狱里面，可是他一直为着基督，哦，身为基督，还有以基督的心为心，主在那边保罗用主耶稣的榜样，哦，主耶稣的降卑与升高，为基督丢弃万事如粪土，哦，靠主常常喜乐，诸子人生处事秘诀，哦，就很简短的四章，哦，可是充满了爱。好，我们看主耶稣的降卑与升高，哈，好，请大家念这一段。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与自己的神同等，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好，既有人的样式，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请大家念这一段。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下的，以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你看主，我们看主耶稣，哦，他是先降卑，哦，他本来怎么样，与神同等，对不对？后来怎么样，变成人的样式。我们圣诞节，啊，主耶稣就变成人的样子。为什么变成人的样子呢？要来救我们嘛，啊，那变成的样子怎么样？不是还有几个奴仆的形象？主耶稣有没有降生在宫殿里面？没有。主耶稣有没有降生在
比尔盖茨的家，比尔盖茨的家没有啊、哦、啊，他有没有他第一主要是有没有降生在一个高富帅？没有，都没有啊、哦，官二代没有，什么都没有啊、哦，奴仆啊，生在马槽里面啊，今天在贫穷的小孩家里啊、哦，要迎接新生命，都会把心里把一个小床弄好，对不对？不管你在贫穷，新生命要来了。总会怎么样弄一个小床迎接新生命，我们的主的奴仆奴仆的形象，好，并且呢更糟糕了，以至于死，死还不得，死还无所谓哦，死在十字架，这两个有什么区别？叫正常的死无所谓啊，死在十字架斩首比较无所谓哦，十字架是最怎么样最悲惨的一个，好像我们看衣服定在十字架怎么样，衣服都穿得很少，下面的人指指点点，哎，这个人一定怎么样，祖先没有积德啊，这个人呢、啊、罪该万死啊，你看衣服几乎没有穿衣服，在下面被人家怎么样指，那么啊，这个人该死，这个人该死，并且十字架怎么样不会马上死的、哦、他不会马上死、哦、要慢慢让你休克死，很痛苦了，非常，并且肉体的痛苦还无所谓，是心灵的受伤羞辱、哦、所以罗马政府规定罗马公民不定十字架的，所以保罗是罗马公民他被砍头了，彼得不是罗马公民他被定十字架、哦、并且是倒定、哦、他说、哦、所以你看十字架他一步一步的这样背，可是呢感谢神身为至高，并且呢超乎万民、哦、他的名超乎万民，并且万物息息，好，然后基督为止，好，大家看到这是一个什么字 ？Victory 啊，就胜利，就是得胜。所以今天啊，神给我们一个教，圣经给我们教导，我们要在教会要当领袖，就要怎么样？要当仆人啊，这是圣经的道理，跟外面的公司不一样啊。外面的公司，你要做头了，你就高高在上。在神的家里面，你要做领袖，你就要当仆人，好，这是主耶稣的榜样，好，这样才能得胜，这是一个V字，好，得胜。今天那个李传道谈到约瑟，哈，约瑟也是降卑以身高的榜样，他怎么样？他是父亲的宠儿，啊，怎么样？被卖到埃及，得到很大的重视，对不对？啊，波迪华，啊，就主人。祖母引诱他、哦、他就被怎么样，被他是被恩王就被下在监狱里面，哇，你看从父亲的宠儿被卖到埃及，被下到监狱里面，下监狱还好了，遇到两个人、啊、一个是帮法老调酒的、哦、一个调酒、哦、还有一个善长厨师、哦、他告诉调酒了、哦、你那个法老我会放过你，可是不要忘掉啊、哦！我帮你哦，你会放出去，法老放你出去以后，你要向法老王说，监狱里面还有一个年轻人呢，被恩王了，你要帮我讲好话、啊。这个酒正好、哦、调酒了，回去以后怎么样？忘掉了，啊、被忘掉，忘掉怎么样？对，被遗忘两年，多关了两年，后来。埃及发生大饥荒，这个调酒，哎呀，我忘掉了啦。两年前哦，有一个年轻人哦，他会解梦啊。法老王，你赶快去找他啦。有人说怎么样？监狱里面是怎么样最安全的地方？啊、哦，假使他当年马上被放掉，可能他又会被卖到别的地方当奴隶了。啊、哦，所以神把他放在监狱里面，啊、哦，让他怎么样？让法老王可以找到他。你看这王下，可是神呢他后来就当宰相了，因为他会解梦，好，升高了，好，升高，感谢神，后来拯救 全家人，拯救了埃所有的以色列人，全家得救，以色列人全家得救，圣经讲以色列人要全家得救，这是一个意表，又是一个 V， 对不对？又是一个 victory， 胜利，好，所以在神的家里，在教会，在各个团体，你要当首，就要下卑啊！这是什么？
就是盗税，盗税怎么样？结业都怎么样？火业低啊，这中国的一句成语哈。盗税越多，火越多怎么样？就火越低，这样子啊。今天最怕就是半瓶醋哈。啊，半瓶是什么都不懂，可是哇，真的很自以为了不起啊！真正的啊，高的啊，就要低啊，高的就要低啊。主耶稣给我们的榜样 ，A 色给我们的榜样啊。好，那靠主常常喜乐啊。好，请念这一段。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我在说你们要喜乐，请大家记得哈，这是在监狱里面讲的，叫保罗在一个游艇里面哈，那山珍海味哈，哎，你们要喜乐，这个话人家听得怎么样？刺耳，刺耳哈，叫保罗山珍海味在游艇里面，好吧？还有几位那个辣妹在旁边哦，辣妹在旁边，那哇，你们要喜乐啊，你们要喜乐啊！你看像我，我、哦、好好爽哦，好，你看，你说这样有没有说服力？没有说服力，只有在你看在监狱里面能讲喜乐，才真正的有说服力。表示什么样？喜乐不在乎环境，喜乐呢在乎心境啊，就这样，喜乐不在乎环境。喜乐在乎心境，靠死哈。好，请大家念这一段。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所要的告诉神。好，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的心怀意念。这边有几件哈，得胜的秘诀，喜乐的秘诀，得平安的秘诀，怎么样？第一要祷告，一定要祷告，向神诉说嘛，好像儿女向父亲诉说。还有呢，要祈求，可以大胆的祈求没有关系，还要感谢，并且要有人说祈求怎么好像都没有答应，神都没有答应，有点，我求神给我中乐透奖，中1000万，神都不给我，为什么神不答应？因为你们祷告没有怎么样，没有在耶稣基督里面，所以祷告要在耶稣基督里面，在合神心意的祷告，不是说神啊，你给我怎么样，多大，给我5栋房子，给我10栋房子，给我薪水，给我1000万或者什么之类的，这个因为不在基督耶稣里面，并且呢，在耶稣基督里面。祷告、祈求和感谢，就会有意外的平安。哇，这意外太好了，超乎你想象啊！你求一点，神给你更多啊！你们这种经验，有时候你向父母要10块钱，父母给你20块，哇，你就怎么样？跳起来，对不对？更大的恩典，你求的没有那么多，可是怎么样？是给你更大的恩典。有一条儿歌大家可以听。有时候我们要一毛，神给1块钱，感谢神，意外的平安，要意外的平安，感谢神，好，意外的平安。有时候我们求一点，神给你更多啊，神给你更多，好，那我们看诸主人生，请大家念这一段。我无论在什么情况都可以知足，好，请大家念这一段。我知道怎样子卑贱，也知道怎样子丰富。
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时随在，我都得了很多的秘诀啊！这今天都好，所以这个什么？这世界很贫穷了，对不对？多么的快乐啊！啊，多么的快乐！还有这个呢？哇，这个在捡破烂，快乐嘞，非常的快乐啊！真的，自由不甘，快乐怎么样？快乐不是建在你有多少的好，外面的物质啊，多少多么好的环境，快乐在你有没有靠主？有我们基督徒有没有靠主啊？这是很重要。人为什么不快乐？不知足嘛？啊，保罗教导我们怎么样？怎么样持卑戒？怎么样持丰富啊？哦，饿饱食，饿饥饿，饿有余，饿缺乏，随时随在，我都得了秘诀。什么秘诀？就靠主喜乐，不管怎么样，神给我好。多也好，不多也好，没有关系啊。人不知足，这个人怎么样？有一辆独特的车啊，有一个不错的房子，怎么样？他心中在想什么？希望有一个怎么样？大豪宅啊，这个豪宅，希望有一个什么？啊，双喇的车啊，双喇的车啊。所以你看啊，人不知足，所以他就不会快乐啊。有，其实这车已经很不错了啊，对不对？有余有时就当知足，提摩太前书6:8。感恩喜的基督徒怎么样？看这个是怎么样？不高兴的人就怎么样？哎呀，有一半是空的。对我们来讲怎么样？感谢神，有一半是满的啊！这个基督感谢神啊！好，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我们上次这个是上次我们看到哈，我们怎么能凡事都能做？不是我们厉害。那乌龟它跑得很慢，可是呢，它有个火箭，啊，有个火箭，它凡事都能做，啊，并不是说乌龟自己能跑得多快，啊，乃是这个火箭是神，啊，我靠那加给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做，感谢神，啊，所以好，我们来看哥罗西斯，啊，哥罗西斯讲什么？讲基督的丰盛，那我们来看一下背景，哈。保罗第三次传福音，在以弗所，啊，在以弗所，那来到以弗所，在那边待了几年？在那边待了3年，啊，那这边旁边有一个城市叫做哥罗西，啊，哥罗西在以弗所东边160公里，都在今天的土耳其，啊，在土耳其就加拉太的地方，啊，我们以前讲加拉太书就是土耳其，啊，那在这边怎么样？保罗本身没有到哥罗西，可是他在这边有3年，培养了很多人，培养了很多人，他们是怎样向哥罗西传福音，所以哥罗西教会本身不是保罗建立的，很可能在因为这边待了3年，很多的同工就到这边去传福音的。好，那我们现在有几个几本书已经念完了，第一个哥林多 前书前后书就在这边，哥林多，那加拉太书就讲义，就是土耳其的，土耳其加拉太书，土耳其加拉太书，在整个一个省，那以弗所，哥林多后面是加拉太书，加拉太书后面是以弗所书，那以弗所书后面是什么呀？腓立比，欧洲第一个教会，还有今天的哥罗西。好，大家记得。那下礼拜我们要讲什么？腓沙罗尼迦。好，在这里。下礼拜我们要讲腓沙罗尼迦，在这里。好，在这里。好。那哥罗西斯，为什么要写哥罗西斯？因为异端侵入哥罗西教会。啊，保罗说又有异端，什么异端呢？异端的类别，律法主义。啊，就是己所割礼、节期、饮食条例。古代极盛，就说你要去修啊，哦，就这个很像现在很多宗教哈，都叫人家去修啊，这是基督教最不一样的地方啊。以前啊，我们看到庙里面啊，不要常常很多都在那边修啊，要做好事，要铺桥，你才能得救，要靠行为。可是呢，基督这是立法的旨意啊，什么东西都要，他们要集体要割礼。大家还记得割礼吗？就以色列人生出来第8天就要割礼，还有以色列人要过一定的节期，还有饮食条例，不能吃猪肉，
我们今天可不可以吃猪肉？可以的。旧约的时候，以色列人吃猪肉，还有古代几生，他有些例外举例哦。我的同事哈，他是摩门教徒哈，他们很严谨。他说他不到海滩去的哈。我说为什么不到海滩？他说海滩怎么样？女孩子都穿很少，所以他不去，他不喝咖啡，不喝 Coke。他说这咖啡乱性，Coke 乱性，酒更不喝了，古代几生，就还要修，这个跟佛教徒很像，要古代好。那以前有一个叫洛斯底主义，他是物质是邪恶的，认为得救靠智慧悟性，得救怎么样要靠智慧悟性，不是信心，更非行为，要有悟性才能得救，靠悟性。这个就很像什么？很像佛教。我们知道释迦牟尼他本来是印度一个小国的一个王子，他后来就看破，他就讲在菩提树下就修了几十年在那边想，在那边悟，他们叫悟道。基督教不是这样，基督教是靠神，不是靠什么悟性啊，你说靠。是靠信心，不是靠行为，所以这种就是异端。这个异端呢，到了哥罗西教会了，那保罗就说这样不行啊，我们是因信称义，我们是因信心称义，不是因为行为。好，那哥罗西写作地点，保罗在这边罗马，对不对？在监狱里面，在监狱里面，我们刚刚讲这边是土耳其，今天的土耳其，以弗所在这边。在哥罗西，在以弗所东边160公里，所以保罗就写信到哥罗西教会就是。好，那哥罗西书，他的最重要的是讲主耶稣神本性的一切丰盛都在基督里面，讲基督的丰盛，基督就说你有基督，什么问题都解决。你那边异端啊，那边邪说啦，靠行为啊，要。神本性的一切丰盛都在基督里面，它是一本论基督本性以为的最丰富的一本书，就讲基督讲的最丰富的，对，好，它跟以弗所书很类似，所以叫做姐妹咒，大家仔细看，很多哥罗西书里面很多章节跟以弗所很像，都 很多很多，甚至有些是重复的，可是重点不一样。什么重点不一样？以弗所是不是讲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教会是基督，是着重在教会。我刚刚讲以弗所书的重点是在教会，可是呢，哥罗西书呢是基督是教会的头，着重在基督。其实很像，很多很多很多内容是类似的，可是重点不一样。以弗所书是教会是基督的身体，着重在教会；哥罗西是基督是教会的头，着重在基督。好。那也是四章，保罗四章有一个特点，前面是讲教义，后面是讲实践，教义，前面是理论，后面呢是行动，表示给我们怎样？基督徒不仅说只是知道理论，基督徒还要有行动，还要有行动，所以前面是教义，教义就脱离黑暗，迁到爱子的国度，基督的丰盛，信心坚固，防备异端。还有呢，七节二十追求良善，还有伦理的教导。伦理的教导上一次以弗所书我们也讲过，跟以弗所书很像。伦理的教导，还有求神开传道的眼，用智慧与外人交往，脱离黑暗，迁到爱子的国度。我们好，我们还没有信主以前怎么样？我们与神隔绝。为什么我们与神隔绝？我们有罪嘛。神是怎么？我们的神是有洁癖的，我们有一点罪，神就不会跟我们在一起，我们神有洁癖，我们有一点好，以神为敌，我们跟神是敌的，那时候我们不喜欢，我们跟神是可以说是敌人，对面的。可是呢，因为基登肉身受死，就让我们迁到爱子的国度。什么叫迁到爱子的国度？就现在了，我们是基督徒了，我们就怎样根据圣经，与神和好了，
我们有没有办法与神和好？我们自己没办法，我们有罪，靠耶稣跟神和好，这叫中保，中保就好，成为圣洁，就是是不是我们自己圣洁？不是，靠耶稣的宝血我们才能圣洁，并且没有瑕疵，这圣经好的，是不是我们信主以后就没有瑕疵？也不是的，我们信主以后还是会犯一些小错，犯一些错误啊。可是呢，基督的宝血一直都在遮盖我们啊，一直都在。以前哦，旧约都要拿宝血，对，那献祭要用血，对不对？那旧约的血跟新的血有没有不一样？旧约的血叫怎么样？叫遮盖啊，遮盖啊。那拿掉以后，所以常常要怎么样？要常常要献，每一年要献，大祭司每一年都要献。可是新约的血叫洁净，神就把我们抹掉。大家在美国有没有好像开车拿到那个罚单？超市在美国有时候开车难免会超市会拿一张罚单。那罚单在美国住久的人都会告诉你你去上课，上课怎么样？他问说这七点位我缴罚款就好了。它不一样的，上课怎么样？会把你的记录怎么样涂掉？你不上课，你只缴罚款，你的记录还在那边。好，所以这就跟旧约跟新约的区别。好，旧约你的记录还在那里，每一年献牛羊，你的血是遮盖。好，神从上面看就看到牛羊的血，可是记录还在那里。好，新约不一样，新约就好像你去上交通的课政府就把你的记录磨掉啊，就叫新约啊。所以主耶稣的宝血把我们磨掉啊，就磨掉。好，引到神前啊。那要有条件的，就是我们一直要信啊，要一直要不止一直要追求，一直信，然后根基要稳固。就像今天在这边上主日学一样在里面一个小时，刚刚一个半小时，现在又一个小时，两个半小时了。其实蛮累的，可是肉体累，可是怎么样？大家都有心要求，就几乎这样根基就稳固，然后呢，坚定不移，给神的信心啊，不离盼望，一直都有盼望的啊！感谢神啊！你看，脱离黑暗，迁到爱子的国度啊！我们本来是与神隔绝的，现在怎么样？感谢神，与神和好，因为基督做我们的中保，作为我们的中保。好。那基督的丰盛很多就是哥罗西斯第二章那边讲很多很快，他是神，神一切的丰盛都在基督里面。我们神是丰盛，对不对？神造天造地，神这么伟大，造这个宇宙多大？可是呢，神的那么了不起的作为，都在耶稣基督里面好，并且基督是神的像基督我们看到，我们没办法看到神，可是呢。圣经讲《约翰福音》第一章，从来没有人看到神，可看到主耶稣就看到神，并不是说神长得像主耶稣一样，不是这个意思，就是神的特性，神的位格，神的一切特性都在主耶稣可以看到里面。主耶稣什么特性呢？柔和谦卑，神也是柔和谦卑，神是爱，主耶稣是爱，神也是爱，所以基督是神的像，看。还有呢，基督在外有以先，在创世以前是耶稣三位一体跟神在一起，跟圣灵在一起创造这个宇宙并且呢，基督是创造万有一起创造三位一体一起创造这个宇宙还有基督托住万有这个宇宙也是靠神靠耶稣一起托住的。还有基督是万有之首他是元首基督是教会的元首我们刚才讲了。还有基督是首先是复活的他是第一个复活，上次我们讲他是初熟的果子。还有基督是万有与神和好，刚才讲是中保这边哥罗西第二章那边讲第一章那边讲基督的丰富就是讲这一些就是很精彩讲。好，那求神开传道之门，大家看请大家祷告，请大家念这个。
要为我们祷告，求神给我们开传道的门，能以讲基督的奥秘。好，开传道之门，按理来讲应该开什么门？开建立之门，对不对？求神，求你为我们祷告，求神为我开建立之门，对不对？在这边写，当然开建立之门了，才合理嘛。可是怎么样？保罗说为我开传道之门，所以神，保罗在监狱里面，还是想到的就是传福音，没有说求我有开什么监狱之门，是开传道之门，感谢神，所以给我们很好的榜样，传道传福音是什么呀？福音的血，有一他们做圣经做教会研究了，有一个现象，一个教会对外面传福音，内部的矛盾越少，这是一个他们做教会研究了。就一个教会全心都在布道，到外面传福音，到处派宣教士啦，传福音或者短宣队啦，或者布道会啦，矛盾就越少。叫一个教会呢，什么叫不传福音呢？大家都在里面，矛盾就会增加，一样的，所以才叫做平安的福音血，就怎么样？不仅说外得福音的人得平安，教会也会得平安，好，那人人的教导，人的教导就是圣经提到三个，第一个怎么样？丈夫跟妻子，丈夫要怎么样？爱妻子，那妻子呢？要顺服丈夫。姐妹怎么样？姐妹看到这个都最不服气了。这我丈夫叫讲错了，怎么我怎么顺服呢？有些丈夫真的很糟糕啊。我怎么顺服呢？不是，丈夫也最喜欢告诉妻子，你看圣经怎么写？你要顺服我啊！你要顺服我啊！今天我们有一个现象，我以前讲过，我们喜欢读经为别人啊，我们就喜欢看丈夫喜欢看妻子要顺服丈夫那妻子呢喜欢丈夫你要爱我啊，我们喜欢读经为别人。祷告为自己，我们基督徒应该这样，祷告为自己。哎呀，存到秋年跟读经，这个恶人要死，那个人就是在讲他，这个恶人要被罚，某某人就是圣经就是讲他那样，就是我们祷告，我们读经为别人，我们要怎么样？读经为自己，就是一面镜子，丈夫呢就看丈夫的就好，不要去看太太的，太太呢也不要去看丈夫的。太太呢看自己的本分，所以我们要改成读经为自己，祷告为别人，我们恰好相反，所以丈夫，就是爱，所以这样的话就怎么样，就是圣经的教导。还有呢，父母跟儿女，父母儿女要孝敬父母，十诫，总共有十条，前面四条是天道，后面六条是人道，那人道的第一条是什么？当孝敬父母，就人道的第一条就是第五条，人道的第一条就是当孝敬父母，并且有应许，怎么应许？你会得长寿，对不对？十诫里面没有一条有应许的，只有这一条有应许。神应许用心良苦啊，神用心良苦。神要我们孝顺父母，就在世就会长寿，所以基督徒要孝敬父母，基督徒要孝敬父母，这是很重要的。有时候说基督徒不孝敬啊，我还没有信主，我信主的时候，我妈妈就说：“你们基督徒，都不拜祖先的，都不孝顺。”我说不一样啊，妈妈，我求神，让你身体健康啊。这个就是求神保，就是保佑你，让他们接触基督徒。我们基督是最讲孝顺的，可是他们认为不拜祖先就怎么样，就不孝顺。可是我们求，有时候祷告，妈妈又生气了，是谁做饭给你吃的？是你的神做饭给你吃呢，还是我做饭给你吃了？我说妈妈，是你做饭给我吃没有错啊，可是是神给你健康啊。神给你有爱心啊，你才能做饭给我吃嘛，对不对？并且这有基督徒的要怎么样？我们要尽量对父母好，这是一种圣经的教导。那
父母呢？父母也有责任啊、哦。不怎样，不要不惹儿女的气啊、哦！不要啊、哦，这个很重要啊、哦。我们不要惹儿女的。圣经的教导是平等的哈、哦。因为外面的家长说天下没有不是的父母，对不对？可是圣经 不要这样，圣经不这样讲，圣经也要看着，因为我们人都是罪人嘛，我们做父母也有缺陷啊、哦、不要惹儿女的气、哦、不要做一些让儿女好像、哦、惹他生气的不光彩的、哦、有些父母 有些父母、哦、做的也不光彩，没有见证、哦、好，那这边呢，主人跟仆人以前是奴仆，现在没有奴仆了，可是原则一样。好、哦，人怎么样？主人怎么样？听从主人。好、哦，圣经讲说，你做是为主做的。好、哦，哦，不是说因为主人在那里才做。这个应用到今天的主场哈、哦，今天的公司有没有老板？公司里面怎么样？有员工。我们做也不要说老板在那边怎么样，我、哦、才拼命做怎么样？老板怎么样？老板走掉以后就跑，赶快跑掉。好、哦，他们常常讲嘛。说老板不在怎么样？老虎不在，老虎不在，那个猴子就怎么样称霸王了哈。有时候老板不在怎么样？老板不在，员工就很松散了哈。这做是为神做的，还是很卖力。不要说因为老板在那边就做给老板看、哦、我们是做给神看。好，神看我们有没有晋升啊？这在天从子只要是顺服，就是说你受咒给神看的啊。还有呢，主人怎么样？公平待仆人啊。你看，所以圣经的原则啊，都是平等的啊，都是平等的啊。感谢神，所以人们的教导，这个跟以弗所书很像啊。所以今天再稍微复习一下，那保罗在监狱里面还为什么还那么喜乐？他为什么不说求神为我开怎么样开监狱的门，反而说开福音的门啊？为什么我再说你们要喜乐？因为他知道谁掌管明天啊，他知道神掌管明天，神会为他预备一条啊，在此天的奖赏啊。以后我们念提摩太后书啊，我们可以看到啊，他们那美好的仗已经打破了，当保罗都已经跑进了。所信的道已经守住了，保罗怎么样？在监狱里面坦荡荡，无怨无悔的走完这一生，跟神和好、啊、要 到天上领神的奖赏。因为我们互相勉励，我们知道谁掌管明天。好，我们听一首。这个音乐没有弄过来，听不到声音啊，没有关系。今天这个没有弄好，我们就挺好的，对不起啊，今天有时候会好，谢谢大家，谢谢。